我们家娜姐又要拍开箱了。I hate you。什么意思？我讨厌你。我讨厌你。平时不好好收拾桌子，现在这着急的收拾。这么大一个快递是什么啊，娜姐？你猜。我不知道，我刚刚准备给你藏起来的。你现在给我藏快递干什么？讨厌你。我也讨厌你。你看看娜姐这光鲜的背后是多么的凌乱。我手机是这样的。开箱视频的第三视角。这个这是什么？小可爱呀，你认不出来吗？看，你看这，这是啥？蝴蝶。哇，还会动哎！哇，好好玩的这个。这个就是一张图，把这个盖上去又是一张图。哦。这个是指南针。歌词本。好高级啊！这是热搜片。这个、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对。对。再多捂一会儿，我手上没热点，手的现在是冰的，再明显一点。对对对，你看他给这种小胶可以粘在上面，好看。但是我懒得粘。哦，是粘在外面的是吧？它可以粘在外面，你看它是不是还可以放里头？哦，我是一个很懒的小女孩。拍完啦？对。你这个专辑买了多少钱？198。198，就这些东西吗？这拍算配置很好的了。买多久了？10月份买的吧。两个月啦？忘了。一个专辑要等这么久吗？追星追星就是费钱。之前买虞书欣的，买了两次，然后现在又买谭晶次，不许再买了。这个还现在还有卖的，我还想买。不能再买了。当时我买的时候，当时正处于那个钱紧缺，但是我还是把挤出一点钱买了。你去年的压岁钱已经全部用光了。没有了，不能再买了，想买也买不了了。